华人世界新闻报道，浪琴表全球优雅代言人凯特·温斯蕾在法国巴黎与朗恩斯浪琴表一同推出这款工艺联名表款，并分享了对品牌与新帽子基金会合作的兴奋心情。浪琴表让我挑选专为新帽子基金会推出的腕表款式，我深受这款腕表的风格所吸引，对其一见钟情。销售腕表的所有收益将直接拨捐给基金会。这次与浪琴表合作，有助提升公众的认知，了解我致力推动的公益工作。这一切有赖浪琴表的积极支持和各位善长人翁慷慨解囊。基金会将继续努力，向着这个目标进发。